And that's it. The Malaysians are guaranteed a world championship medal. A bronze medal from the TotalEnergies BWF World Championships 2021 was the last thing on Ong Yu Sin and Cho Yi Yi's minds when they were surprisingly dropped from their national setup in 2020. The pair, who had been training in Malaysia's academy since they were 13, fended off two higher-seeded opponents to medal in Huelva. Their podium finish was the icing on the cake as the duo continued to forge new paths as independent players. 28-year-old Ong and 29-year-old Tio reached the semi-finals of the Indonesian Masters, as well as their maiden World Tour finals, and are currently enjoying their highest world ranking. We are 2020年1月初出来的，就马来西亚那个马来西亚 Master 之前就出来女总，就什么因素的话，我们就觉得可能是女总那时候有一个23岁那个计划，就可能我们就25岁、27岁左右，所以他就把我们就说我们可能就让我们出来自己发展这样，对。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啊，因为我们打都是为国家而打，然后也没有分到太清楚是自由人还是国家队，我们只是把我们的 part 做好，可能人家会觉得说我们在国家队是舒适区，然后我们没有把自己做到最好。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比赛我们都在尽量的打，只是比赛一定有赢有输，对，只是看哪一方面可以 accept 我们的这个输的地方而已。 自由人就可能时间自己掌握自己掌控就比较多自己的时间，但是最重要我还是觉得自由人最重要是那个 discipline。虽然我们有教练有一个看着我们的针，但是他不可能24小时看着我们，就很像在渔总，就我们就住在宿舍。现在我们是住在家里啊，都是在自己家，所以就自由空间吧。我觉得就我们最享受的，自由人最享受的是自由空间，对。 其实很大的帮助也是我们在外面训练，然后球场不是我们自己的，然后也不是国家的，所以我们会跟我们之前的教练邱卓英，还有帮我们，然后给我们一个 court training， 然后我们就少了一些方面去担心，然后我们就是一样的正常的从早上练训练，就是可能8点到11点还是8点到11点半左右。 然后下午我们有 fitness bus 帮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 gym。从国家队出来，然后我觉得经典 highlight 的是，可能是我们那个月份就有一个冠军了，就蛮开心的。那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还是可以打，对，证明了我们自己。 That is it. And just look at the reaction. 我们 final 是对到中国的，刘晨跟黄海翔，对。然后当时我们也没有教练，那个时候因为一些因素，我们也不想要麻烦到教练，所以我们让他不要改机票，就让他先回先。对，然后我们当时两个人，我们也没有想这么多，我们只是。 做好我们本分，想尽量去享受那一场比赛，对，然后赢了，我们也很开心。 Unbelievable! They just don't know when to quit. 我们自由人还可以拿到冠军，还可以在这些舞台上，我觉得是证明了我们还是有这个一定的实力跟水准，对。 还没有到班之前，我们看我们的 draw 也是不容易，因为可能我们 first round 要打印度的，对他们现在应该 top nine， yeah， so 我们知道是这是一个很大挑战，但我们不会把压力给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尽量去做好，尽量去打好每一场比赛，然后我相信如果我们把每一场比赛打好的话，我们会赢下那场比赛，然后就在接下来的每一场都是不容易，但。
我们还是做到，然后到 qualify， 我 tour final。对，我们打到半决赛就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在 grouping 里面就赢了那印尼那场就很开心，但然后在半决赛又输给了日本队。我觉得这个 World Tour Final 我们打到的还不错，还不错，就希望下次会打得更好。其实今年开始2021年，也没有什么比赛，然后我们也是刚刚换了新的教练陈一辉呀，可能一开始是看不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对，可能我们比赛有输有赢，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进步，所以也是很感谢他。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就？如果对我来说的话，我会叫观众不要期待。对。因为，我们也是一定会把每一场比赛打到最好，打到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对，我们也希望能赢下比赛，赢下冠军。对，但是我希望粉丝们对我们有期待是好的，只是不管我们赢输，他们都一直支持我们，因为我们会尽力以赴。